夜空里最爱吃的巧克力和黑暗，也恨我为什么的爸爸流浪在路上。一过去请你告诉妈妈我很坚强，被青春背井离乡，曾拥抱过做工人。别笑我这是个没人爱的胆小鬼，现在我要证明自己只是很勇敢。奇迹里不知关键中我要去闯荡，千辛万苦的修炼渴望成长的彼岸。我站起来吧，翻越万水千山，面向情况无论什么叫投降。我不畏艰难，我们齐心作战，天高地远远没有到不了的地方。一起来吧，只有一个方向，那就是太阳升起的地方。我坚定着肩，张开爱的翅膀，就想看看珊珊小姐在不在。好，早就睡了。早睡好。哎，老师。嗯。大哥，叔叔你放了我吧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别害怕啊，别害怕，我办完事就送你回老家啊。大哥，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，我就是被亲戚叫出来帮忙的。是是是，我知道我知道，你是被亲戚叫来帮忙的啊。好了好了，别哭了。我真的没有骗你，你就哎，行了，别哭了。你要再哭，我现在就崩了你。挺大老爷们，哭什么哭啊？老实待着。老师。再敬你一杯。Daddy， 你们在干嘛 ？Daddy， 振宁哥哥。怎么醉成这个样子啊？
谢谢你，面包大哥，这是我在江城吃的第一块面包，特别好吃。只要你听话，面包有的是啊。大哥，您的车上有饮料吗？听说大城市可是有卖可乐的。可乐？对啊，听说那个是美国货，可好了。您的车上有吗？可你个头了，你给我趴下。别挡老子视线。这也没个线索，怎么找啊？讨厌你们这帮酒鬼。怎么在这儿啊？自己好好玩吧。这是什么呀？看起来是一个地图残片。这个手术一定不简单。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谁呀？这么晚？哎，门怎么没有锁？别动，过来。
门怎么开了？别动。难道是王妈的侄子来了？你啊个屁啊！给我安静点！我让你叫，让你叫，让你叫！哎呀，自己走上来了呢，我的靖哥哥。你怎么知道我喜欢黑色呀？那么神秘，身材条件这么棒，怪不得王妈总是夸奖你呢。呀，还戴面罩，是因为害羞吗？我呀，最喜欢害羞的男孩子了呢。乖，姐姐啊，是不会伤害你的。我们来 happy 一下呀。既然你已经准备好了，不如我们做一些预热动作吧。糟了，小狼被发现了。走，快走！你的声音怎么那么耳熟？是你这个土豹子啊？是我，我就是土豹子。怎么了？上次的事儿还没找你算账呢。是找我算账啊？还是想我呀？你想得美！哎，那行，那我走了。不许走！不是韦小姐，你又要干嘛呀？我就是一土豹子，搞不懂你那洋玩意儿。我是说，你得听我的，我让你走，你才能走。师傅，不好了！如此慌张成什么样子？小狼被抓了。怎么回事？好好说。就在韦鸿明的家里，他们把他绑了。师傅，得马上派人救他，不然怕是回不来了。龙哥，我跟你一起去，带着兄弟们
一定来得及。好，快走。站住！谁都不许走。你们深夜明闯警察局长府邸，是要杀了韦鸿明，还是要自投罗网去送死？一个比一个冲动。明天早晨报纸头条就是你们。可是师父，如果现在不救的话，那小狼……哎呀，副会长，杨小狼那么神通广大，都被抓了，你就是带几个人去，又有什么用呢？再者说了，他若真的是无所不能……都给我闭嘴！这儿轮不到你们两个对我兄弟评头论足。有龙，注意你说话的态度。这件事情如果真有那么简单，就不会拖到今天。既然杨小狼已经答应办这个事儿，那么不管出现什么结果，他都得认。现在他已经被抓了，就不能把你们再搭进去。可是师父，别说了，是骡是马还没溜回来呢，今天晚上谁都不许出去。卢双，听见没有？是的，师父。舒服吗？舒服。有没有感觉热热的、麻麻的？疼疼的，有。这种排毒的方式很是难学呢，弄不好会让人家半身不遂的。没事儿，我这可是第一次给人做刮痧。怎么啦？哎，我刚从隔壁老王那儿弄了些印度熏香，那辅助效果特别好，要不要试试？好啊。天香玉露丸，你拿回去给龙哥和兄弟们，能去黑沙帮的毒。王大人欺负一个女人，算什么好汉？能从韦鸿明手上把东西拿到的，一定不是我青龙会的人。如果拿不到，只能怪他自己没本事了。无双，一晚上没睡吧？来，吃点早餐。你看，都是你爱吃的。来，哎呀，吃吧。我知道你的心思，你放心，小狼他一定会平安回来的。龙哥，每个人的命运都是上天安排好的。我想，这就是他的命吧。算了，我现在就回去一趟。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师傅那边，我回来再解释。等等，干什么的？自己人，自己人。我是给段会长送药的。送药的啊？进去吧。哎。
这些助眠的熏香能让你做个好梦，梦到我。下再一声爱我好吗，只要你爱我别走，对着星星许诺，你是我的所有，没什么能够比得上你在我心中，再多的梦想也愿与你一同拥有，再一声爱我好吗，只要你爱我别走，没有你的夜空，我的心情是寂寞，牵着你的手一起遨游幸福中，用未来圈住所有的爱。